啊，咱台湾神奇的听众朋友、观众朋友，啊，大家好，啊，我是台湾神奇的主讲人，啊，伫这新年头、旧年尾，啊，郭文成，啊，以及台湾神奇的团队，啊，祝福咱台湾神奇的听众朋友、观众朋友，啊，大家新的一年新年快乐，大家事事如意、大发财。啊，这段时间哦，啊，郭文成啊，南部行透透吼，啊，当然选举大过啦，拢咧助选哦，啊，真侪咱台湾新奇的听众朋友、观众朋友，啊，拢等着我第一句的，啊，搭遐久吼，无刷新的节目，啊，这爱甲大家抱歉一下吼，选举大过，虽然台湾新奇无分政党，啊，无分党派，啊，但是。郭文成哦，啊，主讲人哦，从事政治哦，三十多年哦，啊，做过三届议员、三届立委，啊，欠人人情相当多，啊，各县市呐叫我咧助选哦，啊，我嘛是拢无咧共司徒的啦，啊，所以这段时间政治演讲，啊，拢咧共助选哦，即个大家抱歉一下，啊，关小姐呐过吼，啊，台湾准咧甲我叫吼。要去讲的吼，拢总有两百几间，啊，台湾神奇团队会照顺序，啊，继续大小庙行透透，啊，台湾神奇的团队宗教文化的传承，啊，希望继续大家吼啊做回来，啊，继续指导，啊，郭文成以及台湾神奇的团队，啊，以及咱的台湾神奇的同志哦，啊，公司的起源林婉容哦。在此为祝福大家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